我跟你讲，你明天不把钱拿出来，小心我把你揍扁。听到没有？啊！听说你今天要赚钱，要欺负别人小孩啊？他不给我钱，不然我就打他。我觉得你还是好好学音乐吧。好。戴宏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之后要去参加一个那个歌唱比赛，想说在练习。对啊。玩音乐有什么出息？赶快弄一弄，早点回家吧。哦，好好。哎，蔡哥。哎。啊，你要回去了。啊，对啊，因为我想要回去练习一下吉他。我们等下要聚会，你要去吗？哦，可能不方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去就好，你们去就好。一起去啊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们去就好，我之后会去。蔡哥不知道最近在忙什么。对啊。都消失了，该不会是？哎呀！各位评审老师好，我的名字是蔡大哥，然后今天是带我自己的创作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们去就好。我之后会去。你排挤我们了？不用演那么惨。